让我们来欢迎超拼女孩团。骗保要无你的形状，怎样也拢无你法度。袂当搁再错误，有你的足艰苦，情分使人体无路。双手对你手抓，你是阮的全部，阮吃苦的当作吃补。用心比我变只爱伊多。花情歌后天天甲做伙，用心去提出三明海誓，爱你无惜面皮，爬山落海心甘情愿，你来配对。让我们欢迎一级棒主持群。一步对起三明海誓，两字爱你不惊歹势。水酸甘甜，爱情白酒我干杯，六杯爱情万岁。我们情是情人节，杯有心月。爱情白酒我干杯，白云茫茫到云车，又何必先饮醉，手牵手行过。收看综艺一级棒啊 ！Showtime！ 哟吼！快乐的暗暝，拍开咱中视，吼，拢唔免开机，看咱综艺一级棒。对啊，还佫配一点嘛吼，爱情白酒啊，来看咱的节目。哦，这是今仔这个原唱两个拢是很屌呢，你甲吴俊宏呢？对，这是几年前的歌呢？哇，超过七八年前啊！哇，那吧，那吧，超过十年，十一年，十一年，秀清姐都高龄，要六十岁啊，那有可能？干七八年，你是讲啥？来，对，恁两个拢无变，真正。秀清姐变化上，来来来，今仔日敢有新同学介绍一个来？来，阮这边有嘉义的代表苏佑荣。Hello， 大家好，我是佑荣。
啊，后边三个拢是来自高雄。高雄诶，三个。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啊，个人嘛是诶，恁高雄的代表吴俊宏。大家好，我是俊宏。啊，个人嘛是高雄的代表，你哋。见好就收。见好就收。Hello， 大家好，我是建豪。啊，这拢是我的乡亲呢。啊，拢高雄诶，同乡的。来来来，这边嘛，盖小姐。好，首先是我们气质仙女陈淑萍。大家好，我是淑萍，台中代表。继续是我们身材姣好的尚慧玲，慧玲姐。大家好，我是台南的代表。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歌坛美魔女谭诗琳，诗琳姐。大家好，我是谭诗琳，我是内部的代表。北部代表哦，淡水一枝花，怡婷。大家好，我是陈怡婷。接下来就是彰化代表，彰化小资女吴美玲。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今天给咱的大来宾，哎呦，咱请来这个人哦，不管你安怎改名，不走心的代表。伊咪不走心，伊拢无咧插人。我康哥应该是讲，卖咱个妹来，伊就卖好伊妹就先好加载。什么人敢个妹啦？因为今仔日来这个不是咱凡人哦，凡人，这个是咱的神明哦。哎，今仔日咱尽量长话短说，对对对，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伊在录音吼，时间拢爱咱来掌握着。来来，先介绍咱的乐队老师姐。对啦，当然爱配器界的巨星哦，我们要最优秀的直接老师率领的 iPro Super Band。一边出来，你赶快照进了热车。我看哦，被批评了，做不大。哎，瞎吹！哎，原味道、神仙道，阿伯好笑，讲哈古，这个声音，哇！大来宾是谁呢？是谁？那我们来欢迎郑敬一。加了啊！九十度，一鞠躬，这边已经九十度啊，你边往跪的好不？你是出惊，我无法度去跟你鞠躬啊，太侪跪啊！不是，恁人太侪了哦。啊，一个一个来，你做伙跟我问，我不知道要应啥。好啊，好啊，哎，你好啊，好啊，
因为开多少卖哦？没有没有没有，卖肉卖肉啊啦，卖肉冇见。太热了，卖安尼啦。你来的时阵哦，大家拢足紧张的呢。真的。边我爱人就是，我较早个性真了，有较歹一说。啊，今妈妈赶快啦。所以你也没想就这，但是凭良心讲。因为你们哦，那个很除外啦，你们都是算歌星哦，去嘛。我讲有点算啥物啊？陈梦贤，陈梦贤，我都听伊咧吐瓜，我就甲讲一句，无啥进步。我见啊，会当我你批评的，会当红。今天呢，以前哦上台我没有。跟他讲一下话，没有批评他，那个人基本上都没有红过。哦，这样子哦。所以说哪一个欠骂，有一个哪一个欠骂的。我来今天一哥来吼，你嘛是爱做阮的评审，哎呀，搞阮积德一个啦。今天咱的主题是歌王 Hito 金曲争霸战，啊，所以咱第一回合咱就是鬼才一哥的金曲赛，来咱双城对这边要派什么人？因为我知影一哥拢较爱走音啊。笑露美女，所以我这回合第一回合我得派这个苏幼荣啊，哎呦，白人鞋啊，还有什么罗用？还是白人鞋吗？这个部分我就唔知啊啦。好，阿伯安尼啊，够一个上届有气的，本团上届有气的，吴美玲哦，新郎就对了，新郎，来来，阿够姐，够姐上届晓的，我这陈梦贤，你慢慢讲我。上次我有听他唱我的歌，他真的不怎样。但是人会进步的啊。报告一个，今麦这个红咖呢？我怎啊做红的呢？转台湾也丢。啊，是我较早红吗？不可能，不可能，拍谁？麦比成功啊，有意义吗？来来来，这三个人吼，等下要唱什么歌，都是一哥的作品。对对对，有一个对调四牙七。啊，蛇牙齿，蛇牙齿，嘿，蛇牙齿啊！爱最棒的，查某囡仔娘娘，哎呦呦呦，啊，高追的，高追的，拢是轻快歌，高追的就歹唱嘞，啊，这拢伊的作品啊。其实我写真侪歌啦，啊，有诶无红啊，嘿，足少的吧？无，这世间拢红的较少啦，啊，无红的较侪啦。因为啊，一个谦虚啦，一个谦虚呢，因为我做的歌，因一般拢袂晓唱，特别红困难。哦，嘿啊！我今仔选的这个歌，不是红不红的问题，是版权问题。这边马乌来，我们根据这边啊，我还接哦，我根据一哥的喜好呢，我们也选出了三位。第一位是我们的当家花旦新田，杜先生。啊，这嘛白人的嘛不好嘛，黑不赢的啦。好，接下来是庭筠，好，庭筠已经瘦身有成，对，老师可以检视一下他的身材的变化。高挑，就是我们的仙女气质的陈淑萍，淑萍姐。哎呦，呀，阿妮，哪三首？庭筠要唱《妈妈，请你唔通听》。哎呦，妈妈，请你。这个歌其实足歹唱的，啊，足简单的。啊，愈甲各位朋友讲，愈简单愈困难。没错。哎，啊，因为呐，歌呐较复杂较花哦，你分不出来，要去唱歌嘛。啊，庭筠因为伊嘛做妈妈，所以伊咧唱这个歌应该。啊，你意思讲，咱不做妈咪，袂使唱就对啦。嘛无啦。好，你安讲过来。做爸爸嘛。你是主将吗？真的吗？我主持。来，好，继续淑萍姐要带来《爱情红》，然后对，啊你，我要唱二姐江蕙的《撸里撸亏》。哎呦，撸里撸亏是一哥你下哦，来，好来好来来，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森田组的第一回合的表现，来。才会这歹行。
是你，我会得到好名声。妈妈，请你不通听，不通为我心痛听，提出着你的相片金金看，希望阿母你不通想好过。心痛痛，有一日我会创作好名声。Thank you.
七，三裤甲穿裤啪哩啪哩，麻烦嘛点胭脂。下暗是好天气，咱来去来去洗牙齿。天气嘛为了闪闪兮兮，月亮的面。想想一日穿过来，洗过去，欢欢喜喜，老老气气，一搭一搭，三天两海边，头家好嘞，好好吃，欢过来，又过去，充满人情味，可爱的牙齿。咱来去来去洗牙齿，来烧酒来去，充满人情味，可爱的牙齿。来烧酒来去，来去来去洗牙齿。哎呦，袂歹哦。来烧酒来去，充满人情味，可爱的牙齿。小姐对我的面前经过，伊迄对乌个白、乌个白、乌个白的目睭，忽然间对我塞目花，予我的心肝丢三个。哦，心的花，魂的花，莫怪算命讲我命中带桃花，我着唔通搁再考虑遐多，应该予伊一个爱我的机会。哦，天咧说，人咧说，莫怪有我讲我命中带
找袂，我就唔通搁再顾虑遐多，应该赶紧回来，借紧借皮。哇哟吼！但都啊，咱拢总六首歌，是是，六首歌拢无同的歌路、歌路、歌味，啊，搁有这个歌词拢写足好。哎呦，你唱回先吼，咱这个大师啊，是啊，直直看这边，嗯，看因的表演嘛，对对对，所以叫大失所望嘛。啊，大失所望才蛮袂当哦，大失所望。哎呦，对不？袂当哦，有失望就对啊。哎呦。但我第一个唱的是郭婷云，婷云姐出来唱的时阵，伊第一句要唱的时阵，一哥拄我坐了，伊讲阿达放卡啦，伊想讲放卡啦，爱甲咱乐队老师鼓励一下，现场演奏，现场演奏，现场演奏，伊叫是讲放卡啦，啊，然后婷云唱了，伊讲这个无够管。我讲哦，这个啊管啊，个广播个管，伊讲伊的意思讲，庭院的气格当个管一点，高一点啊，会个较好听。这是伊的边啊细细念，我当作我咧陪阮阿公开讲嘛。啊，我等下听下点。来，康哥跟你报告一下，我觉得庭院这第一首歌的表现就是很有气质，我们这边算是气质组的啦。嗯，哎，你讲的前面忘记周龙，我们没气质，我们是动感组，好不好？动感组，动感组，不要那么激动。哎，恭维人家得考驾校嘞！恭喜在，谈到啊，迄个薯片咧唱迄个《爱情好》，《爱情好》这首歌我印象嘛就深，好像那个二姐有唱嘛，对，啊那个一哥本身也有唱，所以你咧唱的时阵，我得注意看一哥的表情。哦，有讲一句话，我爱甲伊讲一讲。什么？哦，我今仔真足听搞唱安尼。他跟你称赞，买起来我别讲，我唔是安尼讲。反正哦，哎，各位来宾，各位观众，这话呐，你今仔来上我节目是专门要搞忽略的哦。无阿伯，我讲了咧。叮叮，无啦，康哥，无安尼哈，可以讲啦。可以讲，我你爱讲都我你讲啊，我你半点钟啦。你不要你啦，你不要你啦。无啦，我讲陈淑萍，他也出道很久，我也认识他很久，好二十年有了。对对对。啊，其实我讲的都是真心话。苏炳真的很漂亮，又唱得很好，可是就是美中不足，他所出版的歌就是比较差一点。因为没有脚我鞋嘛。哦。我唔敢讲我的歌一定红，但是机会较大啦。好，你看，但是好啦，你讲侬，我你讲啊，我讲你啊，好啦，你爱讲迄个啊，但都因即几个，这边讲者，拢来大家拢爱讲着啊，啊无阮诶时间无够长呢。我知啦。哎，你要出来做阿伟，因为我很看不清楚啦，我是要发现哟。来，我哎，好，来，这个美玲啊，因为你知道唱歌就是那个知名度，那个名字哦，要常听到，哦。虽然你名字有较怂，对不对？我见你多见呢，你多唱一条歌，我凭良心讲，赞哈，好安尼好。谢谢你。啊，那个这个哦，又聋，我给他唱，你给他唱一条什么？塞牙七，塞牙七。我跟你讲，那个其实快歌要唱到好很难，嗯，因为一般都是旋律紧嘛，啊，那等于听的对不对？可是他真的唱的非常甜，我也认识他很久，可是我今天。听你唱特别好，特别赞赞的，谢谢。咱的孟贤，孟贤，孟贤，啊，孟贤，免讲啊啦，我已经无啦，阿爸，无你，你搞我玫瑰骨啊，拜托诶，我最爱好你咩啦，拜托。孟贤，你全球巨星，我哪敢甲你讲啥？我头一摆看到一个敢叫全球巨星啊！你有来名牌，咱就赞袂掉。你有传承啊咧？你哦，其实他就等于我当年对胡瓜，他类似啊，类似。当然成就。要那么高也很难呐，但是意思是这样，长得又好可爱，然后口才不错，啊才华一般般啦哈，别拜别拜，嫁我就搞你啦，妈妈请你唔通，我不改名哦，那个歌其实是最难唱的，但是我要建议一下，像那个歌唱的时候，可能再轻一点，嗯，就是用那个看内练的唱法，比如讲
细汉时妈妈的话，我比方是这样啊，阿弟妈，细汉时妈妈的话，我安尼安尼就那个，本来老母要考听讲，啊，死伊娘哩啊，再战的不然，我的意思是这样了哈，他们就哎，哦。每个讲我今日听你唱什么？爱情好，爱情好。哎，过节你好，拍起来我请我录节。哦，他这个爱情我其实是很难唱，尤其江蕙唱过以后，你要因为他会有比较。对，我觉得你唱的比阿辉还好。哎呦，超高的肯定。对对对。无啦，公公的都他妈听都听，就哪里不。做人做事嘛，我怎么看善良啦？哦，好不习惯哦。如理如规的哦，如理如规，这别人去了我都无啥讲啊。哎，无啦，无啊，不会啦。主要是你的歌词写得太好诶。哦，无我无像某些人不大会主持就要当主持人，像我都较快乐气。是。那我若无好听，我袂写出来红酒啦。对。我人咱给许副将。一哥说啊，不像有的人不太会主持，还出来主持。你们亮那一台照，我是什么意思？三号，来来来，他们那个三号什么意思？排排，可爱排排，两个爱的排排，两个你啊，两个你啊，给他也不对，给他也不对，哎，一定要给啦，一定要给，个人喜好啦。我是你请的哦，拍谁拍谁，我跟大家拍谁，一定要给嘛，拍人哦，你来请，哎呦，这样啊，天哪。大家的歌艺都很棒，无从挑剔，然后各特色都很棒，那今天因为妹妹是个新人，我就给她一点鼓励，好不好？好，来，祝福，恭喜吴美玲获得一个。要我帮你弄吗？没什么，没礼貌，傻傻的，你就不知道他是造，他个几年空空傻傻的，个几年。就是我是小姐，我现在。挑你不是说你特别厉害，是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个人最喜欢他的歌，我个人呐，个人哦，不代表本台立场啊。阿基，我给诱人，诱人，诱人，谁呀亲？哎呦，你好，你好啦，哎，无啦，一哥也很好啦。我紧，因等下嘉龙哥会唱，够机会。哦，今日拢会唱两条诶。对。第一回合，这一回合两个别针都落在双城队哦，恭喜你们！阿联马上要进行第二回合。是啊，那我两个都在那边，我铁铁的。第二回合，咱们唱这个歌王叫做红颜红，而且讲了红颜红，是一哥较早以西餐厅因两个是搭档。其实红诺是从十五岁人家带来给我。十五岁啊，闯到外边，我正开在咧餐厅自弹自唱嘛。啊，今嘛来这边要拍什么歌？今天我得拍美玲跟怡婷，怡婷会唱日本歌嘛？对，那就美玲跟怡婷。哦，那因两个来唱这足经典的阿红的心声。哦，美玲唱台语版，是啊，怡婷来唱日文版。对，啊，最后再来合唱。来啊，这边嘛是混血歌曲嘛。啊不，你先开讲，我等下坐。好的，叫你不要轻易出来，你要出来。这里呢要派出刚刚一哥赞赏有加的佑荣，对，然后再加上我们长腿辣妹慧玲姐。对，他们今天要带来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哦，这首歌嘛，就好听。啊，各地去办的。哎，对对对，地去办的是由那个慧玲姐帮我们演唱。来来来，所以这回合都是非常经典的混血金曲了。我刚刚这个回合的作战，你家的日文歌曲就经典的，啊，该这台语嘛，讲来听。对，好，马上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想忘记着伊，
情意。等待月亮出来的心中
咱这那个洪大哥的歌曲哦，都拢足好听啊。这两首歌拢是日本歌曲改，阿洪的心声嘛是足红的。啊，然后迄个温暖的山色，这嘛真红。刚写这首歌啦，毛写迄个伤心酒店。哦，是安尼吗？哦，我听是安尼啦，啊，拢真好写。一哥对这個日本歌曲嘛足有研究的。啊，那讲恁知无？你为个名就知啊嘛。谁？一个郑敬一啊，日本有一个歌王叫做郑敬一嘛，啊，系啊，应该是较有关系。其实真简单啦，就是我这本名叫郑俊义嘛，有那我那时候是那个的士脚，就是真的的士。然后因为我很会唱日本歌，然后我郑敬一也模仿的蛮像，然后那个老板模仿郑敬一，我在弄模仿啊，然后去那边上那个刚好小林旭来嘛，啊，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啊，不改个名字啊，因为郑俊义嘛，啊个郑俊义啊，就差不多，那就好吧。哦，是这样子哦。对啊，所以这嘛跟日本有关的。小林旭，你应该拢唔捌听过吧？知道，知道。是美空云雀的前夫。按照这两首歌，我冇甲迄个一哥介绍讲，咱迄个慧玲是真正是日文系，日文系诶。对对对对对对，啊这边。这一回合我就比较喜欢慧玲姐他们，尤其伊家幼龙的声音哈起来哦，足哈的。啊，尤其日文系的哦，慧玲姐咧唱的日语哦，啊咧讲的日语哦，哦，有够温柔的。尤其我伫后边咧看的时阵哦，哎，后边咧蝴蝶结个套裙，蝴蝶结，够性感的。今天啦，你看，真的，你看，哎，因为今天把自己当成一个礼物，看是谁要来拆。来来来，想要套蝴蝶结。蝴蝶结那个美玲的部分就是一个很年轻、很清亮的嗓音，然后怡婷就是比较在内敛稳重一点。但怡婷让我有吓到的地方就是她的那个日文字幕是没有用罗马拼音或是用空耳的那种方式的，对啊，所以怡婷是直接看日文，日文看就可以唱啊。一般有达咱唱拢会写国语啦，台语啦，对。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像是那个佑荣，他就是我觉得。他诠释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到位，不论是转音啊，没错，或是音准，整首歌都非常的好听。然后我觉得慧玲姐特别适合唱这首歌。日文歌，我过来啊，我过来，哎，老魏来，哎哎，我讲你要进来，报告总司令，啊，你别跟对起，啊，我来来来来来，一样，四选二，拍错了，来。是上多六九吗？没有，这里。你是，你有这是啥？你是要被干掉吗？太好听，睡着。六九吗？啊，六九吗？不好意思，一定要原谅我，就年纪大的人。哎，我七十岁了呢。哎，七十吧。来来，看起来像六十九，七十九哟。六十九了，六九吗？有有有。哦，你刚刚唱嘛？你唱有。你把歌名报出来一个。温暖的山色。温暖的山色。啊，你要唱。你是日文的。温暖的刷子，阿红的心声，日文版。先生，你多少在场不？你多少在现场？没有，这些人刚才叫我先的呢，我就有关系的啦。啊，不，关系不底下，啊，我另外一个关系啦，叫我先的啦。哎，哦，我讲啊，来，江蕙不讲，我认为。台语歌唱的就是他，像没有没有，像江蕙又像，因为比方说一个歌，我听太多人唱过，只有他唱，我听到那一天哦就感动了。我喜欢他的才气，还有他歌声真的很感动，我就不好意思侮辱，对吧？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师徒的关系就好。你那想开的，我还是可以的。歌起来，歌起来，哎，谢谢我的歌厉害，好哦，还多人唱。哎呀，其实一哥嘛是搞做人呢，对啊，两回合拢有啊呢，哎，很多上一回有啊，阿舅妈有啊，所以看看不了解那个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们不是那么虚，或者算那么肤浅呐，啊，是，因为我们这比方说录两段啊，每一段呢他们唱的歌不一样。啊，因为唱法跟他适合他，他就会有差别。我完全秉公处理。哇，好精彩哦！好期待第三回合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请回座，许富将，话太多。第三回合，歌王的情歌世界，谁是歌王呢？那给那歌王我就接了。好，郑敬一老师，洪荣宏大哥，我们这回合还会提到的歌王还有谁？于天尼大哥，于大哥，还有呢？蔡小虎，小虎哥，哎，哦，对不对？是，好，那到底
怎么派呢？我们来看一下。而且这一回合都要歌王的歌以外是要合唱的，男女对唱的。所以我第一个要派的是随意哥跟诗琳姐，还有吴俊宏跟郭庭筠。这是情歌拢就好唱，啊！要唱什么歌？我参那个诗琳姐的唱那个《男人情，女人心》。哦，然后还是足侪人咧唱，拢足好听。对，然后吴俊宏跟郭迄个庭筠同款的月娘。安华这边，子申恁这边，对唱的时刻到了，那就是我们两个就要来唱。你们两个还没唱过嘛？还没，还没合唱。对，但是我们另外一组呢，我们要请志豪哥还有淑萍姐一起来合唱。哦，我可以跟淑萍姐一起唱啊！而且恁两个人要唱这首歌，甲一哥嘛有关系啊！哎，这个像嘛，一哥你写的歌嘛，夫妻之歌嘛，对对对对，有些男女对唱的歌较少啦，啊，这是其中一首。啊，恁两个要唱的是洪大哥的嘛？哎，对，我们要唱的是《穿盔呀比兄》。哦，这首伊演唱会嘛，常常咧唱，很好听。来来来，谁先来？那谁先呢、啊？我跟诗琳姐先。随意哦。江都林心，好，来一起来欣赏。查甫人的情。甘愿为爱拼一生，做人的心，甘愿为情来牺牲。对你这段情，是愈久愈坚定。爱你这颗心，也袂变形。无奈今夜雨袂停，啊，今夜雨。这冷，咱的情也不愿停，也不愿停。付开咱的心情，心痛是一场场，一段情的心肝病，心爱的。在心肝顶，无奈今夜雨袂停，啊今夜风这冷，咱的情也不愿停，也不愿停。分开咱的心情，心痛是一场场，一段情歌在心肝顶。心爱的，再会，再会啦！一段情藏在心肝顶。我不该袂记爱情。原来的模样，虽然苦，甲再有味，予我快乐的温柔。爱你的理由，经过千思万想，袂当改变对你留的自由。想要予你一个较好的手，捧你一个点在家乡，青春为我守。同款的月亮，无同款的春秋，行你三顿车游，不离不隔心忧愁。做成的围墙，两盏灯来陪你看同款的月亮。我想要予你一个较好的想，捧你一个点在故乡，青春为我守。同款的月
请游，不离不隔心又揪。做熟的微笑，两三顿来陪伊看工，看地月娘。小好休，虽然淡薄仔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小好休，虽然淡薄仔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我会用我的爱，甲你惜命命。我会用我的
来甲你听，我嘛会用我一生的青春来陪伴，会当带你做牵手，是阮祖公啊小福佑。虽然淡薄啊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虽然淡薄啊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哇！哟吼！谢谢淑萍，谢谢豪哥。我来讲，恁咧唱歌的时候，我感觉吼应该拢有压力啦。有啦。尤其恁弹到唱这个。胡车机关，迄个原唱原作者，原作者的坐遐，所以咧唱难免拢有压力。嗯，对啊。像讲我咧听一哥的歌吼，伊写的作品，我有咧来较注意啦。目前咱台湾的台湾歌的歌手，佮成伊会当算第一名。翘楚。你看伊写的歌，你有伊讲歌后啊，写母的嘛，啊，佮有啥物？老爸。老爸写。写诶，阿哥妈妈，请你唔能请妈妈。阿姐姐姐，阿阿婆呢？对啊。夫妻呢？阿姨讲吼，又唱一首歌给我听。迄个阿妈的什么？碰西沙。阿妈的碰西沙，阿姨内底有用到一字啦。嗯。伊讲伊拢阿妈的碰西沙，伊拢起来摸嘛。哦。摸一字，足少人用嘛。无论是轻也是摸。摸。用诶。阿姨，我讲讲为什么用摸？伊讲因为阿妈的碰西沙已经足久啊，吼，已经足久啊，拢。谢谢你啊，讲几波我无唱两句啊，我无啥意思。来，撕掉啊，扣落啊，都对我都来唱。弹掉啊，弹掉啊。我有一件蓬西衫，是阿嬷亲手为我织，每一针每一线，拢有伊的手底啊汗。色水，色水哦，色水是浅浅的海水呐，好难，因为那个颜色哦。闽南语很难写的，你看用加个浅浅的海水暖，海水暖，哦，厉害了，好好听哦。康哥，你讲阿妈的碰西山，伊最近有一条新的作品啊，有够好听，迄真正是我听过伊目前写到上界好听。你是讲叫做身价嫁袂乖哦，嘿，收录你的许志豪未记的青春专辑里面。一哥下哦，真正诶，我当听到伊的歌，身价嫁袂乖这个。这个歌名就不简单啦。系啊，你们身边人伊讲性格，对不？你敢知影我今日是要录这集？是安怎？因为我要来听看麦，恁这种朱奇麟果然真的好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很自然。哦，你就直接开讲啊！咧，观众都不跟你们讲声音。讲到袂是要跟我骂啊？不啦！啊，我要讲意思哦。啊，有的真的现在的主持或者综艺节目，真的要变成很。平民化啊，哎，都是咱观众嘛，你看就跟他像在跟他开讲啊呢。啊，我们看这是表演啦，我们那个老套啊啦，张飞啦，什么胡瓜就拢不好啊啦。没有啦，我感觉我拢不好啊啦。没有啦，没有，你不要这样想，真的没有关系啦。但是没有，你有这样想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见咱都要四首，哎，那个四首歌嘛，对唱的歌曲啊，对了，来双城，我蛮喜欢豪哥跟淑萍姐。哦，因为我就接过了豪哥吼，你跟人牵手合唱哦，看个见你的主人，有那个爱的感觉哦。哎，以前讲个郭庭筠，你看拢无安尼哦。啊，郭庭筠是别人的某啊。对啊。我跟郭庭筠是逢场作戏。恭喜在，可是陈淑萍，你两个啊，安怎彭正也当隔离呢？隔瓜。哎呀，你破坏家庭。彭正感谢我的庇护啊，给你隔啦。拜托诶，你乃公叔也行不行？因为我爱甲查公，你莫叫好省咧，你敢猜？你是为民除害，周楚除三。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孟贤讲的很好。为什么我牵手牵得那么自然？因为陈淑萍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他在比那个儿童组，对不对？儿童组的时候，我就好觉得她这个是仙女啊。仙女在唱歌，啊，跟那林哥唱《胡车机关》，而且你们今天根本就是情侣装啊，对，很搭，很搭哎。
哦，我觉得庭筠跟俊宏他们的这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感觉好像要颁奖。那个庭筠的音会说，哇，这个怎么可以？那个音其实很高，但他处理得很细致。是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唱高音的时候需要用力，但他把那个力气收在内在的那个亮点，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很佩服的。然后跟俊宏的搭配也是完美无缺。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老师来帮我们来可爱的排排歌嘛，酸两周啦哈。两周了，来，哎，多少上球啦？我球，我球，我虎吹奇光，虎吹奇光上球，穿盔啊，比兄，我跟志豪，志豪哥跟淑萍姐，因为唱歌过晚了，个火力又安尼就变迄个，足无公平啊！啊，你也无人嘛，真无公平啊！所以我嘛是好因啦，无你起码是变乱啦。哇！哎呀，谢谢你，谢谢哥。但是平常心讲，刚刚这么几组，你们两个唱的真的，好，我讲这样就明白了哈。有时候不要讲太明。到底是怎样？没有嘞。阿哥上去嘛？我弄去，我弄去。赶快的回您，赶快的回您啊！南宁京都的。虽然侬做好，只怕我对不起你啊。好不？来，还你无？你无唱啊？有啦，啊对，恁两个，宝宝我跟谁一个？来，恭喜陈淳毅跟诗玲姐，谢谢。来，哎，一歌一下歌有足济啦吼。对啊，谈到话又写一条迄什么古锥的，古锥的，哎，也就是写给咱的叶启田的嘛。哇，叶大哥啊，啊，今仔日咱第四回合就是宝岛歌王叶启田。哇，来哦，很多。伊的歌嘛足济啦，足济。来电嘛一歌下。嗯，来，啊，咱这边。一拍我嘛过来，吼，啊，过来去加，阮这边去加吴俊龙跟陈建豪。是啊。安尼随意歌你来唱，天下一定是咱的。哦好，这条我嘛足解。好啊，建豪甲俊宏来唱《爱拼才会赢》。哇，这两首歌拢足赞。经典呢，三四年一定拢爱拼，该足侪人唱的。爱拼才会赢已经是世界名曲了，它还有好多不同的版本，语言哈。来，好，我们这边要派上双铃，诗玲姐还有慧玲姐，还有加上我们的怡婷。好。然后诗玲姐要来带来的是《龙珠》的心情，嗯，然后慧玲姐是干一杯，哇，再一起合唱。安尼今仔无好巧哦，大家爱好啊，认真甲唱来。好，这回来欣赏精彩的歌曲。
心到飞，吃袂来予人看无目地，献出咱的一切，付出咱的心血，天下一定是咱的。少许阮中中过，才是一个爱的社会。朋友斗阵做伙，咱着用心交陪，才袂来予人看无目地。献出咱的一切，付出咱的心血。天下一定是咱的。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艰难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艰难行。歌的经典歌曲，熟悉的声音，四首歌拢是经典啦。对啊，
其实做晚会都是唱这几首，因为这种歌是选举爱唱的，庙会爱唱的，娶新妇爱唱的，立储拢爱唱的。啊，我去迄种赌场啊，唱爱拼才会赢，有一个禁忌一定爱会记的，就是好运甲歹运，迄个歹运拢袂当。爱唱好运，好运，好运。康哥还有下一句也是要改。会使起，袂使落，袂使落，要改成这样子。哎，好像我们去东南亚都会被这样要求，都一定要改这样。我顶一摆去唱拒绝再玩嘛，别当唱。为什么？人伊就是爱叫大家拢来挂嘛。拒绝，赌场，赌场不能唱这个。拒绝再玩嘞，所以拢迄个阿谭都有一首歌，嘛是一哥的作品，你有注意对不？人伊也讲啥物爱拼才会赢，迄老师，人伊直接的讲。天下一定是咱的。哦，我唱的，我唱的。而且这首是一哥的哦。你唔知啊？加拉这个歌名就介伊的个性就讲啊，霸气啦。嘿，这首歌就是你选举秀的时候很好用。啊，结果一首嘛是足经典的《故乡》，有无？哦，嘛是一哥的作品，用整啊空，个早嘛无人用过这个空这个啊。哇塞！啊，但多伊这有一个。梦，你卖个，我袂讲啊！哎，我发生的故事我来讲，啊，你讲我真了故事。啊，你我来啊，这一节现身说法。你卖赌气啦，你等来啦，你哇，唔系这位大来宾啦，你等来啦，你卖那么赌气啦，哎呦，啊，一哥，你讲你的故事啊，故乡是安尼，就是。我一般哦会先写词再写曲啦，啊，这词稿对我挂了的，啊，我人刚当主的，我的这五桂英处用真啊空爬起来扑通扑通，然后忽然觉得很棒，有没有？但是我就接不下去了，啊，下北路，人家的就是灵感没有了，那我就没写啊。阿姨刚都不要不要顾 K 点啊，刚才陈瑞祥的来弯刀，哎，我们取取下下。唱片公司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就说，我讲好啊，你有几样谈那么 OK 啊？我讲啊，我就唱两句啊，好听。这条歌你干嘛呢？我会从一想，二话不说，皮包拍开二十万，扛落去。哎，啊，这条歌我其实唱两句写足久啊啦，都半年，扛了哦。伊讲无，老师你若好，你要跟我讲吼，我带七条嘛，因敢那坐电梯到一楼，我就敲你讲，好写好。哎，这真的，这是真的，以前拢是钱的关系啦。啊，这样啊，我被逼去讲出这段不简单。不，我来当问一下无，一个，哎，你当迄外国进前的二十万，是古啊，三十年吧，够用。你来，迄个相比差不多起码要挂侪钱，二十万来讲，起码卖工钱好不好？我一开始写歌到这，我拢无咧趁钱诶。真诶，各位您都不相信，因为歌谣遐两，我趁无几十万。哇！因为我不是写歌，我是唱歌，爱写歌，我就是讲服务台湾呐。啊，行啦，其实我国语歌也写，为什么我都没有写？因为我觉得我是台湾人，我就想为这个土地做一点事。哇！谢谢啊，谢谢音乐都爱来啊！我们一个首创革命，没有啊？他咧，他咧，继续过，我听，来来来，哦，真正搞笑！阿内，你对调讲一下啦，你别搞那两个哦，什么人？我可别去上场诶！啊，我拢有钱，最喜欢跟你讲，干一杯。我比赛够合理啊，无人感觉咱有什么关系，千万唔能引起人误会。你要针对音唱歌、啊，不，我就这一点我做不到，各位，我更抱歉，因为大家都很会唱，唱歌无上较好唱，就是唱歌介意听尔。啊，对，啊，若讲比较好唱，我可能我吼找无比我较好唱的。啊，老师，啊，这种老师嘛，见好就收，你叫见好见好，哎呀，人伊咧教，人个教人，咱唔敢叫。啊，你头壳未讲哦，我还贵了。来，哦，我刚好听你唱，谢谢，啊，您能，我这位曲，这位。这老师嘛，哈，一个，你刚才玩唱啥？啊，刚才玩唱啥？天台一点，天台一点，我唱爱表这样一个天台一点是哪一首？我是唱诶，那是随歌，不是一唱这条歌吼，未使问啦，伤嫩哦啊，因为这首歌的，您什么的，哎，我的 key 表啊，大大细细。
对啊，来照顾你开口，伊不是你看你像要卖麻糍的无？人生就爱扶持相当的大，有时候不是讲我年纪较侪也占大，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比各位都有点经验啦。有时候大家互相啦，那我说中的地方，你就把它。哎，回去再想一下，一定会更好。啊，观，这边的观众没有嘛？我最爱唱歌，我就可以跟他们讲，啊，给他大概弄参考啊。阿哥，阿哥，这里没有什么啦。你搞怪了，我还没讲了呀。好了，你别生气，你误会啊，你别安尼。啊，叮叮，我用恁，我拢唔敢拍，我存你俩。好了好了，我看你个那样拍我。身体足重要，我跟你讲，啊老的。你是在送啥啦？我做送你。阿哥，哥，这边上多少上场？五，那五场。三位，三位，美女。来来，接好，接好。谢谢，谢谢。又啦，怡婷，你今天被一哥称赞了两次哎。对呀。啊，是吗？那我换一个。哎，没有来及。但我凭良心讲，嗯，我们的节目收视了，因为我们的歌手真的都太棒。掌声鼓励一下。真的。谢谢，谢谢一哥，谢谢一哥。而且现在。康康平安县主持节目，他真的退步了，但是因为他退步，所以变好看。因为他只有一几个人，他才坐弄主持做些嘛，因为公情我偏要唔得变乱，所以他真的真的他已经有点点那个，虽然容易啊，容易。好兄弟，好兄弟，回进步，一个回家，回家哈，好好。哎，我行到那个五星七十位，我老。不行不行，我差价更加飘飘。帅。哎，你行好。这样好像小迪哥。我可以先跳完。哎呦，十六个。哎，唔好个博小迪嘛，唔好个博到呢。新闻报足大条，来第五回合报到瓜神，这个瓜神。瓜神哦。这红一峰。因为要奏醒了，对了，奏醒了啦！洪一峰大哥，哎，洪一峰大哥，老师，老师，老师，啊，来，来这边，这回合哇，个人诶，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安尼老师沈建豪老师，哦，安尼好哦，一般来到第五回合吼，我拢会唱一个较轻快，波多漫步，哇，台湾足侪诶，足侪名产，虾米东西啊？你来对，这首歌嘛是赞，赞赞，啊这边呢？好，那这边是我们子森还有志豪哥要一起来共同的合作。哎呦，没错，我们双胞胎兄弟要一起合作演出了。洪一峰老师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苏博的狼》。苏博的狼，苏博的狼，哇，对，那今天算的歌拢足经典的。对哦，最后一回合非常的精彩哦，马上来欣赏。
亲爱的，记得来，记得来，我身边。少年爱万步，来唱万步。
小石来唱来跳慢步，步步慢步慢步步步，步步慢步慢步步步，步步撕开鸟食多，鸳鸯水啊上上好，逍遥自在地奔波，也自波多的漫步。唱慢步，来唱慢步，来跳慢步，小石来唱来跳慢步，步道慢步慢步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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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哦，那个谁，孟璇，我刚听你唱歌。哦，你进步很多哦，真的真的，当然是假的，你不是凭良心，我是哇，假的是开玩笑，孟璇真的，哦，你搞瞪呢？不啦不，一我唔是讲我慢慢瞪，不可能孟璇看到我，他想表现一下，嗯，像志豪也一样，他以前我觉得他不是很会唱，最近我发现他进步了，哎呦，谢谢谢谢一哥，谢谢一哥，阿力家好嘞，真怪难得，希望你永远身体都健康，长命百岁哈。我想多讲一哥解说，我讲你今仔日来家做我的大来宾，其实大家人哦，陪拢等下安安啦，就一样，拢有压力啦。不是，包括我嘛是啊，我刚刚对不？你唔是讲我退步啊？对啦，你等下走，我得进步啊！我讲，不让你动，让我你动。不是，我开开玩笑。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一下，今天我如果语出不逊得罪各位，大家不要骂我，就是做节目就开开玩笑。效果，我刚才就是效果，纯粹效果，除了我骂他是真的，其他都是。我最贱，康，还十四梗呢。康健好了，康健，哎，就你主持人，你给我讲啥啦？哦，就不啦，你最后你还是要颁奖嘛。对啊，子生跟那个志豪唱这个书包就有点改变。哎，对，隆重。我是感觉啦，无法搞，我们唱完了啦，叫普通就好啦，卖计较啦。但是恁真正搞，所以也是安尼。哦，够妙嘞，先进就上了。你是要行去摄影师要出来？这样我站较远看，我怎么眼睛的焦距有问题了啦？哎，老师拍谁？不啦，你们唱这个歌吼，这种歌是很轻快，是任何人唱都会蛮好听的。凭良心讲，可是子生跟那个志豪有点改编，那就有点困难度了。所以困难度，但是又没有很理想，所以我还是给你们。谢谢一哥，谢谢一哥，我还是比较疼你啦，爱你。啊，哥五位，哥五位，哥一个。啊，一个都去莫奈地野啦。啊，真的吗？没，哎，我来你。莫一个啊，哎，谢谢一哥，谢谢一哥。因为哦，那别人说太会唱了，我们再给你。那就真的不好意思哦，我不好你，我是恁家好唱，对啊，唱歌的麦古吉来吃啦，哦，有够厉害了。没啦，一哥对大家都是疼爱的，没错，他给我们很好的指导，大家继续加油，好吧？好，两组，哎，希望大家为这个节目继续支持他们。好的，我因为我是比较贵一点呐，但是我为了这个节目，我可以少一点。我们真的，我们尽量不跟你杀价。不是，我把那个康康。的主持会再弄一半给我，我其实就来了。但是说实在话，因为今天看到一哥亲临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希望一哥能够呢，还会更多的创作。那希望给那个咱的收视率破三，破三，谢谢一哥，好不好？拜托一哥喽，你我来给我们指导哦，那档啊。好，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好，谢谢两队非常优秀的来宾，也谢谢我们直接老师说率领的 iPro Super Band。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给我们支持，综艺第几吧。谢谢一哥，谢谢。顺风送香蜜，乌蝶分为红艳天。
心累，奈何烦暗淡沧桑离。风尘如梦，分鸟如诗，全心满伤悲。花谢落，土落，水空天，惜长无连枝。Sorry.